来了。你怎么不回家啊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公司出什么事儿吗？你怎么问这么多问题啊？我得先回答哪一个呢？哦，不对，你不是法官，我不需要回答你的问题。来，你知道，有好多人问过我好多问题。这些记者呀，所有的人，他们喜欢问我，开公司的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十字路口，有没有遇过什么艰难的时刻。他们不懂。我要求我自己，每一步都必须踩在十字路口上面。因为如果还有选择，那就有自由。如果今天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么多年，别的女人有的你有，别的女人没有的你也有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丈夫，我能做的，我想做的，我该做的，我都做了，对吗？才是我。东海路立交桥下龙山化浪发生火灾，
部分路段拥堵，各单位注意绕行。温柔的可怕，冷漠是争吵后的代价。毕竟脚步别乱动啊，我说的。装睡的人啊，生活是课本，却忘了本能，麻木却想自由的。我一直都觉得你永远都会是我的，永远不会离开我，所以我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花心思在别的人别的事上。我已经做了那么多，你能不能为我做一点？没有谢长才就没有谢他。自己做了什么我们也清楚，你自己更清楚，怎么还装傻？行贿罪、洗钱罪、伪造合同罪，你知不知道要判多少年？我说了什么都不知道，这里每一份合同上都有你的亲笔签名，每一张报关单上都有你们的往来记录。你说不知道就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张小舟已经在中山市落网。前两个月他来过这里，就住在月岩酒店。你在月岩酒店等我，我让我见个朋友。从这里离开之后，他账户上就多了7000万。隔了4天，你们集团的碧海楼项目就拿到了低息贷款。这么巧，这份大礼是你送的吧？先告诉我，龙山画廊怎么样了？你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，别瞎想些无关紧要的事。好在没出人命，否则指使人纵火，意图毁坏证据，过失杀人，你搞清楚自己的状况。我劝你啊，放弃幻想，早点坦白。刘成已经走完了，我现在进去看他，你在外面等我就行。好。孩子们还好吗？孩子们都很好，你放心，我跟大英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。情况我了解过了，也找了人去打听内部的消息。你相信我，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团队，所以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人在阵地在。我真的什么都没错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现在打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张小舟受贿，违规放贷，挪用公款，现在已经批捕了。金额之巨大，案件又特别的复杂，拉拉杂杂的牵扯了一大片，老谢的集团就牵扯在内。他们追查资金的走向，又把画廊给牵进来了，相关文件都是二英签署的，人家也没细说，但听那意思，好多大额的账都是从画廊走的。还有那个阿布，找不着人了，怀疑已经跑路了。那，所以呢？所以警方现在怀疑二英协助洗钱，他是法定代表人呢。
哎呀，那现在画廊烧到什么程度了？老谢呢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用打，他不会接。我下午去趟学校，我得求我大嫂出山了，别的人我信不过。这么复杂吗？案情不复杂，但是这其中的利益关系太复杂了。现在已经牵扯进来一个行长和十几家上市公司，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刑诉案件。这水这么深，这整个城市我估计都找不着几个律师敢趟这浑水的，就我们律所那几个刑辩大佬绝对的缩头装死。而且这程序一旦开始，几方博弈，我担心会把二英给牺牲掉。他那身体周期这么长，怎么扛得住啊？我会一直盯着的。你不是离婚律师吗？经济案打到最后，基本都得打离婚案的。基本策略就是这样，等我回去再研究一下吧。谢谢您，辛苦了张律。那你们先走吧，我在这儿再留一会儿。好的。老谢现身了。你见到他了？见到了。他怎么说？我跟律师团队已经商量过了，现在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会去医院复印你的病历，然后以重病为由申请取保候审。你看，得癌症也不算坏事，起码现在还可以取保候审。为了孩子，你也要扛下去啊。孩子们还好吗？没见到。老谢是不是拿孩子威胁我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有了孩子，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份牵挂，谁都可以限制我，我永远都会害怕。心甘情愿。你先别想这么多了，我们的律师团队是我大学导师领队，是我认识的律师当中最好的，所以一定要有信心。我的账户应该也全部被冻结了。这个你先别操心了，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。取保候审还需要多少时间？流程走起来的话倒是很快，但是问题在于钱。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再加上律师费应该不会低，而且这个经济案的价值太大了，老谢的家产又众人皆知，这么一算的话估计不会低于500万。
那法律上有没有说夫妻之间有义务，也就是说老谢可以出这笔钱？你看的这些事儿还是太少了，艾英她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。她是有事业心，但是你让她伪造合同、行贿、洗钱，她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，再说她还有俩孩子呢，她疯了。你要我说这事儿啊，也只有老谢能干得出来。这种事儿你跟我说就行，别在外面提啊。谢长江之前还是我的商业偶像呢，我买了每一本带他封面的杂志，结果呢，什么玩意儿啊。哎，我说英冲，你也是管画廊的呀，当时出现这种问题你就没看出来吗？谢总，碧海楼那边的法务说明天需要跟您面谈一下。谢总，董事会需要召开临时会议。谢总，赵总说合作项目他们要再看看再定。谢哥，别躲着我了，没用，东哥已经跑路了，戴维也被抓了，把咱招出来是迟早的事儿。小四进去之前说，如果他被抓了，那就肯定是有人在背后算计我们。你想想，能是谁呀？七叔吗？还是小峰啊？谢哥，请你尽快回我电话，否则我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。